谢谢。请问你们这儿是有位医生叫林浩吗？你是谁？找林浩做什么？我算是他的一位故友吧。故友？ 我从没听说过林浩有什么故友。他小时候经受过很严酷的训练，他是唯一一个坚持下来的人。他说在那儿没有朋友。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还是个小男孩，他的后背中了一枪，就快要死了，是我 把他带到教堂去医治的，没想到啊，他的生命力是那么的顽强，不仅活了下来，还很倔强。虽然他不记得他自己是谁了，但他一直都在拼命的寻找着他自己的回忆。我和他遇见的时候，他居然中了枪。你怎么了？ 全身都是血，你受伤了吗？你会死吗？我居然现在才知道，那他人呢？怎么今天没见到他？他为了保护这里，保护这里的人，付出了生命。 别难过，林浩肯定希望我们开心一些。吃点巧克力，甜食会让人心情变好的。给，谢谢。 眼熟吗？明明是个杀手，却跑去治病，还和警察做朋友，陪他一起做巧克力。去诊所了？怎么？心里有他们了？嗯？我费那么大的劲把你救回来，现在醒来居然在害怕？怕什么？ 怕我把他们都杀了？不会的，在我眼里，他们连实验品都算不上。那你记住，你是我的，我最完美的实验品。不过他们真的挺可爱，随便说两句就相信了，还给我回应，还会难过。 只有这种脆弱的环境，才让你变成这样，让你连我都忘了。他们只是我用来找回真实身份的工具，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他们跟我没关系。好啊，那既然你玩够了，就回来做大事，证明给我看，你没被他们同化。